操你妈！What's up? Hey Shane, what's up? What are you doing, man? Let's go. Everyone's waiting, man. 走吧。是挺舒服的。那我陪你一起出来。会答应我的求婚吗？怎么说呀，说不出口啊。Hey, you take care, man. I'll miss you. 这就是你说超级期待的游艇趴呀？这只是前奏，刚开始。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这叫天坑，至少形成一万年了。一万年？嗯。一万年前有人来过吗？一万年前的风从我们的脸上经过，你感觉到了吗？那一万年以后会有人知道我来过吗？你看那个井口，像不像一只眼睛正在默默地注视着？一万年以前啊，肯定也有个人在这胡言乱语过。是挺像个眼睛的，那他的瞳孔一定是蓝绿色的。那你说他看见什么了？他看见了，你跟我。哇，一万年以后他肯定还会记得我们，只是他不说而已。也许他是对的，有的话本来就不能随便说。好吧，我听你的。那我呢，就什么都不说，我把它交给石头说。哪颗石头？这颗石头呢，跟所有的石头都不一样，它很特别。它在地底下埋藏了几万年，可能就在等这一刻的出现。我也超级期待现在这一刻，因为我想把它亲手送给你。
去。这是我亲手给你设计的，上面的这颗宝石叫蓝色火焰，是我妈妈留给我的。最重要的是，里面有一颗心。如果你仔细看的话，能看得很清楚。我想把它交给你替我保管，这样我会安心，踏实很多。我不想要一个不确定的未来，太草率了。好吧，那我尊重你的选择。不过呢，我很确定的是，这颗钻戒呢，它只为某个人而存在。如果不是那个人的话，就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了。你就不怕有一天发现自己弄错了吗？我有的时候就在怀疑你是不是真的傻啊！这么深情的时候，戒指都摆在你面前了，深情的话给你说了一大堆，你听不进去吗？啊，这还用怀疑吗？啊，我受不了了，赶紧戴上吧。没法跟你说深情的话，你快点儿，快点儿，哎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啊，要不然你下去捞一下吧。我要是会水的话，我就下去了。要不我下去了，你还在捞我。嘘，算了吧，可能一切都是天意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意思是，老天都不帮我，戒指都掉水里了，我们俩真的没有缘分。可能真的不能在一起，但是没关系，我先把它寄放在这里，先让这个蓝眼睛帮我看守着它，等某个人真正接受我的那一天，我再回来取。走吧。真的那么喜欢他？喜欢。我用妈妈留给我的蓝色火焰，你知道蓝色火焰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因为这是我妈唯一留给我的东西。知道我们之间是这么远的缘分。剩下的日子，我会珍惜，不放弃，让你做回自己。